歌高清剪辑，找到一张神仙图片。妍妍，很多人都关心我脸动没动过这个问题，其实呢，我动过脸，用了10块钱，5块钱坐车去医院，医生说太可爱了，太可爱了，没救了，我就花5块钱打车回家了。哎呦我的妈！爱家，嘿嘿。道哥，你干嘛突然换屏保啊？你是我女朋友，我把屏保换成你怎么了？啊，我要让全世界都知道你是我的，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。不是，那你爱他，你换我照片干嘛呀，姐夫？不是小妹，我那个，我草率了，我草率了。不是媳妇，你这，我这个谁能分出来啊？对对，大哥，买车吗？买，哥不差钱儿啊。嗯，那你现在买吗？买倒是也行，上次买车人家送了一个车模，车模也行，加钱就送。买，加钱，走。哥，你看我行吗？我以前做个车模。什么车模？我要的是汽车模型。汽车模型？你赔我车模你？什么玩意儿？范七七老板娘。哎呦我的妈！这样心仪，手机拿我对牙照。我这就几块钱。哎，拿来！我也看看你的。你这话两户干啥了？买可乐，买瓶可乐。买可乐？那碳酸饮料对身体不好，油少喝点。家里没水吗？那你这3.8咋花了？我买奶茶了，咋的了？有问题吗？你这1.5干啥了？那咋没赶上车？我坐公交回来。坐公交？你没长腿呀？以后走着回家。那你这130咋花？这130？那天不没打着车吗？我租专车了，咋的了？你还租专车？啊，我自己开的，咋的了？我让你注意安全。你这500多干啥花？大头钱，干啥花了500块钱？那不那天跟我闺蜜吃饭吗？俩小姑娘吃饭500-600，那不正常吗？你这5毛干啥了？我上超市，我买个口罩。那超市？那上超市？超市是你能消费起地方吗？超市啊？我上超市，我没有口罩不让进。那天那你超市不免费试吃吗？我寻思吃点好的吗？行了，这边没有了。花有点浪费啊，下去省点。见婷婷呀 ，OVO。妈了，真是人穷了，亲戚都不愿意多待2天。你别笑。顾几学长，去看看我的神圣们都在干嘛。啊？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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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。哎，你看这个视频好好笑啊，挺好笑的。你看我这个新男朋友帅不帅？还可以，挺帅的。新男朋友？这可以，比我帅。你看我这个闺蜜长得好不好看？我看一下。不好意思，没那个状态了，没那个状态了。真的。猪两只鸭，干啥呢？不呀？没事。你这也不像没事的样啊，咋的了？摊上点事儿。啥事儿啊？哎呦，你画的？要不你帮我扛一次？这我可扛不住。那只能使那招了。我看行。血红白蓝的肉松，来点。来，多吃点。现在香不香？
先把这个拿去。吃挺好啊。呀，那谁干的呀？嗯。叶子。来，一人说是一人的，这事跟我爸没关系。知错就改就是好孩子，去吧，回屋吧，去吧。这孩子，哎，你等会儿，你走吧，跟我有啥关系？这是他。爱家。哎，老公。啊。要是有一天我昏迷了，需要你亲你前女友一口，我才能醒。那你行不行？啊、哎，这么的。咱俩先分手，这样你就是我前女友了，然后我再亲你，等你好了之后呢，咱俩再和好，你看这样行不？行啊，挺贼呀你。那是，满意吧？所以你为什么要和我分手？小陈无妮，我帮你帮我拿一下酱油。干啥呢？看看风景。你有病吗？这看啥风景啊？你管我啊！我想看。嗯？啥意思？定闹钟干啥呀？我定闹钟干啥？我定闹钟跟你干仗。你有病吧你啊？不是，我就问你，昨天晚上咱俩一起玩王者荣耀，我用摇，我就想往你身上骑一下子，你满地图，你跑啥呀？你跑啥呀？我抓你抓一宿。你骑个粑粑，你什么水平？你不知道吗？骑呀、啊？什么水平啊？我什么水平啊？我怎么的了？闪闪会发光。山东小哥，诈骗那姑娘好看吗？啊、这个吗？坤哥哥，宝宝帮我扔一下。吃不完了。没病。直在马桶里，哎，这么多人，哎，然后天，嗨，我给你买了睡衣，睡觉穿过衣服吗？摩天轮上睡着，走，闭眼睛来，眼睛闭起来，走，回去偷看啊。啊睁开眼睛！啊！什么东西啊？少天，你喝口水吧。哎呀！爷爷，不用谢。你怎么这么好啊？现在我就跟你这学了。咋听到了？在马桶后面的水箱啊。Because I love you.他是我的钱啊！这都是你的钱，藏私房钱了。哎，就是我偷的，我该死！你把钱还给我。可是我已经去买皮卡丘了。没有，没有，他是我芝麻的钱啊！你需要吗？北京 F 哥哥，这个就是一个人想法、哎、来了，行，请我吃饭来了，这不好久没见了吗？你头一次你那么大方呀、啊、你就可劲吃啊，今天那我点菜了，小娇你不用点，我点完了，服务员上菜，你点完了，你点完了我就吃。哎哎哎呦我的妈，什么东西这是？蚕蛹、蚂蚱、金蝉，哎，这蚂蚱特好吃，蚂蚱你有病、哎、你是不是死盐的呀你？特好吃，你尝尝。我怕这玩意你不知道啊，你尝尝。阿宇不一般。哎，不要总去幻想什么腹肌呀、小鲜肉啊，你得务实。没有任何一个女孩子能拒绝一个会做饭的男孩子。你前女友咋跟你分手呢？他食物中毒。
黄灵儿。人才啊，老乡，你这球没咋卖，那好友加了不少啊。都是些潜在客户，说不定以后会买。你可拉倒吧，我发现你加的全帅哥。闲的嘛，我自己好卖货，老盯着我干嘛？我吃醋了，真的。鸟鸟，嗯，小姐姐，我在那边看你半天了，你怎么不按电梯呢？我忘我家住几楼了。你忘了你家住几楼？要不你打个电话问问。对哦，我还有个老公。哎呦我的妈！嗯，厉害啊，号码居然记对了，你还记得我是谁吗？老公。煤炭江湖刘帮主，我让你帮我拿快递，我没让你给我拆快递啊。我自己媳妇快递我拆下怎么了？那我也是有隐私的。隐什么私的隐私啊？我就拆就拆，怎么了？就拆这是个啥？钱呢？你笑什么？媳妇就是你那个什么体积心里就是没有数吗？什么意思？你嫌我胖呗？不说嫌你胖，是不是有点短呀、啊？那还是嫌我胖呗？你别解释了，就是嫌我胖。生活旺不旺，全看媳妇胖不胖。什么？媳妇没有臀，钱往哪里存？媳妇没有腰，一切打水漂，像水桶。像水缸，谁啊？你就带着我奔小康。哎呦我的妈！微胖女人七分财，就是不富也镇宅。本期节目到此结束，我们下期见。